好，早晨，早晨，欢迎翻到嚟陈皮妹频道啊！咁啊，今日9月21日啦，就系呢个超梦梦平民化嘅日子啦。咁啊，呢度系深水埗啦。咁啊，你见到而家两只，有一只太远，我啱啱出地铁站。咁啊，唔打住，打咗呢个桂林街龙呢、这个桂林街同埋鸭寮街附近嗰只嗰个塔线，而家就。6:00多啊，神咁早啊，好似唔知几多人打啊，大佬。系啊，咁啊，讲下用咩先？好，咁啊，讲一次孙悟空嘅对应角色。咁啊，如果唔系呢个 Football Pass 嘅话，就用呢、这个班加拉或者地狱犬。如果唔系呢个 Shadow Ball 嘅话咧，就用超梦梦本身。咁啊，或者用钢铁钳系啦，或者偏 Sir。如果對 Focal Bus 嘅話咧，就用緊鬼呢、這個啟暴龍，或者呢、這個其他兩隻係啦，咁啊都係好正常嘅套路啦。如果大家打過嘅話，係啦，我有三隻未今日之前，我有打咗三次 VIP 團體戰嘅，咁啊有三隻，咁啊全部都轉咗 Shadow Ball 啦，因為過埋今日開始就冇呢個招啦，咁啊有另外三招會新出嘅。好，仲有22秒，有幾多人打咧？附近？唔多喎，好似得幾個啫喎。不過佢話，因為好似呢個而家變咗普通團體戰啦，咁啊，咁就個CP 會高咗嘅，血亦都高咗嘅，咁啊要多啲人打，同埋個捕捉率都低翻嘅，得翻2-3%。好嚟啦，係咪超夢夢？冇錯，嚟咯噃，好。13快啲入嚟喎，大佬，唔係冇位。好，15個人，唔好嚟啦，唔知用，都係用呢啲先啦。好，班加拉出戰先，咁啊調好啲班加拉先。好，嚟啦，準備出戰。咁啊，紅隊有6隻、7隻，唔錯啊！記住要多翻啲人打啦，係啦，都係5-6個到啦，係啊，因為佢 CP 高咗。記住呢個超夢夢打到10月23日，咁啊有33日時間俾大家打嘅，要打嘅就盡快打啦嚇。唔知下一歲幾時再開啦？因為超夢夢就對應第四代多隻嘅五星頭目嘅，咁就大家記得打咗超夢夢先。如果你冇嘅話，好嚟啦，60,540 CP， 血好似有超過12,500嘅，好出招，哇100,000伏特新招嚟嘅。是不是新招呢？好像来了，不记得是不是新招了，来避到，哇，那很快打完而已，现在都因为通常之前就6個人打的嘛，那现在变成普通版就不需要6個人打了，10多個人打就很快。喂，轻了，在这里不是又中筆大了，100,000伏特，你避都唔俾避，究竟呢个筆几时先会完咧？2年过后都仲有呢个筆。好，100,000伏特，100,000伏特避到，但系冇血。我出先好過你出先啦，好嚟啦，石屎搞掂，輕輕鬆鬆啦。而家多人打，如果你6個人打就應該 just make 到啦，我估計。好，好似有5粒糖嘅，係咁啊9超夢夢嚟咯噃，足咯喎。
冇銀妹，佢個頭都咁大，唔使急，千祈唔好急。好 ，excellent， 一、二、三，一下搞掂，一球入雲。第一場一球入雲，超夢夢。睇下無敵攻擊，機會人興奮真係唔係好高啦，百零啦。好啦，全民超夢夢嘅團體戰就第一場已經捉到啦。好，翻嚟第二場熊貓公園啦，7:28啦，係咁啊。而家熊貓公園冧曬樹咁啊，大家小心啲啦嚇，都要清除曬啲冧樹之後，就大家可以安心打。而家水池嗰度都有一棵冧樹，大家小心。好啦，咁啊第二場，準備啦，3、2、1，開播。嚟啦波，唔啱記添，真氣彈啊 ！Shadow Bus， 唔係 Shadow Bus， 真氣彈，好嚟啦！食咗佢算啦。好搞掂，睇下咪五粒糖啦，三粒啫嘛，边个吹五粒喺度？好嚟，额外挑战关卡十粒白波。出招啦！Excellent， 唔得，跳啊！金果 ，Excellent， 一、二、三，搞掂，都系两球啫。无敌攻击入防御惊人，哇！呢只可能好嘢，2248。好啦，咁就第二场都捉到啦，咁啊第三场8:00嗰场唔打啦，要翻工啦。咁啊，今日似呢条片就真系去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条片就俾个 like 啦，订阅频道同埋赞到 Facebook 陈皮妹频道专业啦。咁我哋下一条 Pokemon Go 嘅片就应该系呢个社群日嘅片啦。咁我哋下一条片翻嚟再见，拜拜。